尾镇的垃圾场在傍晚突然是起火燃烧了，熊熊大火伴随大片的浓烟，空气中也弥漫一股烧焦的垃圾味。目击的民众赶快报案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火焰浓雾大到连垃圾场里的道路都快看不清楚。消防队派遣了分队、消防员以及5辆的救灾车前往灭火，再配合公所清洁队调派来的怪手，在一旁帮忙挖开垃圾，灭掉还在闷烧的残火。燃烧面积初估大约有500平方公尺。至于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初步研判疑似垃圾场沼气因素引燃的，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